声哦声，我什么声？我们今天有干嘛呢？来，各位，现在目前全国大赛 G1 大赛即将开放啦！我没有国中以下，我没有办法参加。可是呢，它里面有一颗陀叫做电镀色王牌天龙。哎，那只真的好帅啊！因为我个人非常想要玩到那一颗，所以呢，我决定我们今天来制作我们的一个黄金王牌天龙，好不好？这一次为什么他们这一次冠军版是电镀色呢？因为呢，哎，大家发现这个它也会出一个叫做一般版本所推出的一个王牌天龙。这个王牌天龙的话是要收集每一期的零件，然后呢，我已经全部收集到了。可是呢，它的上盖并没有做一个推出，所以呢也比较可惜。可是上盖之后的话，有可能是以硬招募的方式，或者是说官方满额送，或者说急迫什么什么什么官方活动会送，所以你们也不用担心台服会送，因为它一共现在有八字铁、ST 铁。CH 轴，现在目前台服进度比较慢，台服的话现在目前就在八字铁而已，所以呢之后应该会到 ST 铁，可是呢应该是在年底之后的事。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就来制作一下我们那颗电镀色的一个王牌天龙吧，因为我个人准备了一些蛮特别的外国喷漆，对，从国外进口的，所以呢我们来喷喷看吧，希望可以成功啦，来 ，Go Go。好像失败了我的金色变成铜色了可能是因为底色是些黄色的关系，可能再叠加上去就变成铜了。方案二，用补土来盖色，来，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把它上成无色的状态，虽然那个金色部分不爱啊，因为我们本来就要喷金色，所以我们就要把它改成这个颜色，来上的金色喷漆。哇，这个喷漆真的是比一般还要臭。虽然我们刚才经历过这么多失败，至少我把它补救完了。可是呢，结果不尽如理想。可是我个人觉得总结还不错。因为我是买仿制电镀漆啊，所以它喷出来还是有一定的极限在。因为电镀的原理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它是把金匠用电镀镀上去，所以它是一层。但是我们喷漆的话，原理是用粉末原理，所以它是用粉末叠上去、叠上去、叠上去。我尽量单向多喷几次，喷到至少让它看起来是一层的感觉，所以看起来概念才会长成这样。我个人觉得还算 OK， 非常非常漂亮。虽然没有到电镀色这么夸张，可是觉得非常非常不错了。好的，我们今天马上来组装一下我们的黄金战魂王牌天龙，黄金八字铁斩，黄金 ST 铁，哇，这个好帅，这个台服一出的时候必收。黄金 CH 铁，哇，金光相相呢。因为由于大家发现我们组装的缺一个东西叫上金版，上金版的话非常非常无耻。它是附赠在这一本杂志里面。哎，黄金天龙上盖，好帅啊！黄金王牌天龙，好帅啊！它是用两种金色做一个交叉色，我感觉非常非常棒，就来试组一下好不好？王牌上金，黄金八字铁，啪！好帅啊！我的天哪！它的本体长这样，我觉得我们的也差不多啊，好帅哦！哇，有没有？完全金光相相呢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哦，赞赞赞赞赞，好帅好帅！所以呢，我们今天马上就来测试我们这个黄金战魂的王牌天龙来了，暂停一下，各位不知道钢铁麒麟其实有个传说的，当你只要赢了 G3 大赛，当你只要赢了 G2 大赛，当你只要赢了 G1 大赛，可以组成一颗传说中也拥有特殊战魂的陀螺，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？当你在钢铁麒麟 G3 大赛如果拿下亚军的话，可以拿这颗银色徽章附带银色轴底。这两个零件赢了 G3 大赛可以拿到这两个零件。如果假设你更猛，你在 G2 大赛拿到了亚军，你可以拿到我们这个。好，我们把零件分解一下，银色上金。哇，假设你 incredible， 直接打到 G1 大赛的亚军就好，你就可以拿到这个。分解一下，银色闪亮亮的钢铁轮盘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跟一般铁色完全不一样，银色超级亮，超漂亮。这时候你可以组成你的专属于你的亚军银色战魂硬核天马，哇，超级漂亮，好帅哦！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对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就马上上我们这两颗，是我们的黄金战魂的天龙猛，还是对上我们的银色战魂的硬核天马猛，来进行一次战魂对决。黄金战魂对上我们的白银战魂，来喽！为了以示公平，所以我们都用这个发射器，好吧？来，哈，我金色拿去打哦。好吧，来 ，3, 2, 1 ，Go！ 起来！哎呦，哎呦，
么好快这么？有，银河天马有比较猛一点啊。我要这样一直往敌人下盘打，好猛哦！我这两个我打得很心痛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第一场的话由我们的银河天马，让我们这个胜利。水土万高，水土万高。我心好痛。1-1，水土万高，水土万高。有黄金战魂，感觉真的好像比较猛啊！啊，水装高，水装高，天马好猛！哎，没有被秒杀，真的，哎呀妈，王牌真的压着打哎！2-2，水装高，水装高。2-3，水突然高，水突然高，哇，太神！哦，3-3呢，水突然高，水突然高，不要，我两次，好，4-3，水突然高，水突然高。天龙刚好没力了，哇，有点猛，有点猛，撑住啊，撑住啊，拜托，撑住，拜托。好，银河天马先拿下我们这一轮的胜利。现在目前比赛是来到一个团队1-0，水团高，水团，哇，天马没有拉好，哎呦，没有拉好算运气的一环哦，这样捡到，捡到，捡到，捡到了。OK， 应该会捡到吧。哇！哦，nice，捡到，捡到，捡到 ！OK，OK，OK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环。1-0，水装高，水装高。哇！他的爆发力比我们强。1-1，啊，水装高，水装高。哎呦！哇，可恶 ！Nice， 2-1，来啊！水断高，水断高，啊！水断高，水断高，哦！哎，两次起死回生的，哦！啊！喵喵喵！3-2，完蛋完蛋完蛋，好像情况有点不太妙。水断高，水断高。你们去，你们去，你们去！哇，完了，凉吧！啊，我觉得这样已经没救了。4-2，水突然高，水突然高。哦，你们去，你们去！拜托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！哦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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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算4-2，还是有机会逆转，差3分就赢了。有，来，我受不了啊！水装高，水装高，给个机会！哦，两边一个人打这一个刀，啊，接出去！拜托，我都滴汗了，好热啊！哦，两个那么贵的东西在打，拜托拜托拜托！有事！水装高，水装高。好，两倍的，我看看。啊！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完了，完了！哇，天马！哇，完了！天龙这里打太稳定了，稍微可惜一点。撑住，撑住着你，撑住着你的，撑住着你的！啊！以上就是我们这两颗。嘿，钢铁骑兵银色战魂银河天马，还有我们的这个金色战魂王牌天龙。哎，我个人觉得强度啊还是一样。废话，因为他们
组成本来就一样，只是换成金色真的很帅，你知道吗？金银就是帅啊，虽然我个人比较偏向银色，我觉得银色更趴。好，也顺便带你们认一下钢铁骑兵是如何取得一颗完整的一个银赏陀螺，然后跟我们的这个金赏陀螺我们的入手方法也告诉你们了。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影片入选这边喜欢的单片，非常每周每周的玩具转换片，我们下期拜拜。